谁呀？谁呀？水生，怎么啦？出什么事儿了？快进来，进来说。东家打你了？你是说东家把你关起来了？他们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呀？来，坐下，给你包上啊，认真点啊。咱们就来不及了，快快快！深更半夜的，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水生在我们家呢。啊？水生怎么到你们家去了？是啊，你们今天是不是把他关起来了？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呀，老虎灶上丢了一些钱，我们家孙福以为是水生给拿走了呢，就把他关起来了，让他反省。没想到他跑了。他的手都划破了。他把我们家窗户栅栏都给拆了。现在都新社会了，不兴私自处罚人了。对对对，您说的对，我们错了，我们错了，下次我们绝对不关他了。那水生现在在您那儿了？他都睡了，要不这样吧，明天一早我把他送回来。不用了，我们现在就把他接回来。走走走走。水生，水生，你跟我回去吧，以后再不关你了啊！走啊！来，快！水生，你放心吧，我已经跟你东家说好了，以后他们再也不会管你，不会骂你了。放心回去吧。水生，咱们老虎灶的钱找着了，老板错怪你了，快回家吧啊！谢谢了，我们走了。啊，慢走啊！谢谢啊。看看水生，你还要跳窗户逃跑？你想造反啊你！
夜深人静的，你小点声，介夫子您听见。你看看，你还要告发你师父，啊？你真是忘恩负义！你可不能把你师父往死里整啊！我要是被他们抓去，那就被判刑、被枪毙，你知道吗？水生，你师父要是坦白了，我们这家可就完了，那你也就没有活路了。哎，水生，你到哪儿去？他说什么？啊，他说你是坏人，他不想留在这儿了。水生，你站住！水生，你不能走。水生，求求你了，水生。师父也是被逼的呀，我不干。水生，我从此再也不当特务，我一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你看，我和你师娘多年对你不薄的份上，求你了，水生。水生，我和你师娘已经决定回老家去。我们走了以后，老胡子，你来管，挣的钱都归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把老虎灶盘给你，你来当老板啊，水生，我求你了，水生。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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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站住！回来！不行！哼，回来！来！水香儿，这件事对谁都不能说。那要是有人问我，我怎么说呀？就说他娘病了，回乡下去了。水生这孩子命太苦了。我真不该用那么大的劲儿去推他。这下可好，我有千条人命啊。又听话又老实又能干。行了行了，不想这些了啊。行，我这心里都害怕。那咱们以后就再也不干了啊。哎，再也不干。水生，我对不起你，水生，水生，我对不起你啊！小刚，来吃饭啊！书包给我。吃吧。妈妈，昨天陈叔叔拿走的火柴盒，他不会不还给我们吧？当然不会了，是叔叔是在帮我们。妈妈，是叔叔是好人。当然了，石叔叔以前是解放军，现在是公安人员，当然是好人。那爸爸是好人吗？
快吃饭吧，吃完饭上学。嗯。哦，对了，妈妈，昨天半夜谁到我们家里来了？啊，昨天半夜是对面老虎灶的雪生哥哥。他干嘛到我们家来？小孩子别问那么多，吃完饭赶紧上学啊。嗯。啊，我去开店。行了，别去了啊，今天不开店了。突然今天不开门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不行，这两天我老心惊肉跳的，我呀得去庙上烧柱香，你跟我一起去，咱们捐点香火，咱们呀跟菩萨好好说说，别让菩萨怪罪咱们呀。这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别人要是问咱们，咱们就说替肚子里的孩子去求平安，回来以后再开门也不晚。行了，温兆光家的两起案子还没破，伪钞案我们还得继续追查，这又出了个投毒案。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专案组的人手根本就不够，怎么办？昨天投毒案的特务交代，指使他的也是一个代号为水鸭子的人。水鸭子只是个代号，我们根本就无从着手。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伪钞案和投毒案背后都是由这个代号为水鸭子的人在指使。温兆光家这两起凶杀案是不是和伪钞案还有投毒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把这三者结合在一块儿，是不是也是黑三角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温兆光家进行深入的调查，其他两个案子线索又都是断的。现在我来做一个具体分工，周宝根同志和我继续追查温兆光家的佛珠一案，邢翔同志和杨杰同志突击审查一批以前的特务，争取找到水鸭子的线索。是是，大家分头行动吧。您看一下，这样的佛珠是不是在你们寺院出售的？这是戴在手腕上的佛珠。这个佛珠看上去很新，表皮上的核桃油还没有消尽，应该是佩戴没有多长时间，是吧？这个佛珠卖出不到半年。你怎么能肯定呢？这个佛珠是福建产的，过去我们寺院用的就是山东和浙江产的。福建产的佛珠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才到我们寺院里来的。是不是这样的佛珠只有咱们寺院有卖的？整个江城只有两三家寺院有这种福建产的佛珠手镯。怎么能查到在您这儿买过佛珠的人？凡是我们寺院里出售的佛珠我们都有登记，因为一般的施主买到佛珠后都要求寺里帮助开光，所以我们就能登记在册。我们需要看一下登记册，只要问一下机器负责的就能知道了。好，谢谢大师傅。阿弥陀佛。这两个人是公安，到我们那儿喝过茶。公安不信佛，他们来干什么？快走快走。啊？谁检举的？信没有署名。检举石岩同志，
和一个特务的老婆勾勾搭搭的。石岩同志，我了解，他有时候有点骄傲，看问题有时候有点主观偏激，但是他革命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他不会做出这种事儿。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了，不要在群众中扩散。是。孙老板，哎，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我还以为老虎灶今天不开门呢。哎，怎么会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所以今天开门也就比较晚。水生呢？哦，水生啊，水生他娘病了，这不一大早乡下来人就把他带回老家了。他回家了？啊，那他衣服还没拿回去呢。什么衣服？他昨天衣服不是刮坏了吗？放在我那，我帮他补。还没拿回去呢。哦，那个水生这孩子呀，他太孝顺了，他一听他娘病了，这着急忙慌的也没顾上呗。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啊。你看我这也盼着他早点回来呢。这老虎灶上我们老板忙前忙后的一个人，他也忙不过来。我呀只能临时搭把手。谢谢啊。不谢不谢。那我先回了。啊，再见啊。喝没了，就在这儿再打点山泉，这水挺甜的。嗯，哎，娘娘，嗯，你说这个特务万一不是在寺庙里买的佛珠怎么办？目前就这么一条线索，要是不行的话，再寻找别的线索吧。上次开会你说过，温兆光家丢失的图纸，我认为这个线索特别重要。可惜现在咱们不能再去查了。哎，连长，要不哪天我一个人去一趟，咱来个先斩后奏。不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擅自行动，万一出了问题不好交代。出了问题我一个人负责，再说了，真能找到图纸的内容，背个处分我也值了。要去也是我去，还轮不上你呢。为什么呀？你小看我。我是专组组长，你要是出了问题我不是也得负责吗？要不我明天向组上打个报告。关键这个泰勒女士啊是外国人，要是组织上帮着出面解决就好。哎，要是能找到这个相片名单就好了。那要不要特务们都过来自首，那就更好了。怎么回事啊？今天晚上一句话也没有。没事儿，可能是有点累了吧。肯定有事儿。是不是工作上出现问题了？是我妈，她一直反对我谈恋爱。她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呀？总得有个原因吧。我妈妈，她不准我和任何男孩子交往。真的？笑什么呀？不是，你都二十多岁了，连跟别人交往的权利都没有。不是，是我妈从小对我管教特别严，她从来不让我乱交朋友，也不让同学们到家里来玩，甚至我每天穿什么，她都不管。妈妈也太专制了。其实，妈妈挺关心我的，但是。他总觉得我人太老实，容易上当受骗，所以他就得管着我点儿。不过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不是，你这次不会也要听你妈妈的吧？你爸爸，他知道咱们俩的事儿吗？
他最近比较忙，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但是我已经决定了，他一回家，不管多晚，我一定会跟他说这件事儿。嗯，再抽个空，我和我爸一起去看望一下你母亲。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反对我们的。时间不早了，那我也该回去了。走吧。来了，啊，真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扰啊。没事没事，进来吧。啊，不了，我给许生的褂子补好了，我想跟你要一个他乡下地址，我给他寄过去。啊，是这样啊。那你把褂子给我吧，最近要是有人过来，我就顺便给他带过去。啊，那谢谢。啊，不谢不谢，我先回了。哦，好，慢走啊。哎哎，他来干什么？哦，他是想把水生的褂子给寄去。哦，他是不是怀疑水生没回乡下，用他来试探我们？不会吧？水生临死的时候去找过他，他们之间说了什么，怎么还不知道呢？昨天上午跟他说水生回乡下去了，他好像不大相信。万一他出来揭发我们怎么办？这不可能，她丈夫是被共产党开枪给打死的。他怎么能够站出来揭发我们呢？这年头事情可是太难说了，他要是拿我们当垫脚石去掏共产党的好呢？啊，别疑神疑鬼的了，水生如果真的告诉他什么东西，他就不会再让我们把水生带回家了。哎呀，我是害怕呀。现在啊，我只想保住我们的孩子能够平安降生。我要是被抓起来，你就会受到牵连。就算是保住你，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你们娘俩以后怎么生活呀？爸，今天宋阿姨不回来了。哦，因为她加班。爸，我有女朋友了。嗯。嗯。等等，你说什么？算了，没什么。你说你有女朋友了？嗯。你才多大呀，就谈恋爱了？爸，我今年都23岁了。嗯，你有23了？可不是23了吗？我23那年都有你了，是该娶妻成家了。嗯，那姑娘叫什么呀？余秋兰。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俩是大学同学，认识好几年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汇报？我一个月才能见到你几面啊？就算在家，你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要不然就关在房里边不让人打扰。嗯，这缺蛋是太忙了。哎，你说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我刚才告诉你了，她叫余秋兰。啊，余秋兰。嗯，女，多大岁数？22岁，比我小一岁。哎，
他是共产党员吗？家庭出身是什么呀？爸，你这是在干嘛？我这是了解一下他的基本情况。您这是像是在搞审讯。哎，不管干什么，不能忘记政治第一。谈恋爱首先必须要了解对方的家庭政治背景。爸，您别把办案子那套拿到家里来，行不行？哎，道理是一样的呀。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特别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我们办案的时候，就是有些特务利用美人计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第一，我是找对象，不是搞政审；第二，我也不是什么干部，我就是一普通科技人员，我连党员都不是，所以根本不存在被谁拉下水的问题。你呀，就是考虑问题头脑太简单了。爸，您天天办案，在您那儿所有人都成嫌疑犯了。哎，行了，这样吧，你哪天呀，把那姑娘带到家里来，我跟她谈谈。您这副架势，还不把人都吓跑？哎，政审这一关，我得替你把稳了。不用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负责。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不需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是找自己的父亲商量家务事儿，又不是向公安局局长汇报工作。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回单位加班了。哎，你这个臭小子，回来！岂有此理吗？邢科长，哎，你们突击审查的这批特务当中，有没有发现关于这个代号叫水鸭子的线索？目前已经审查了100多人了，还是没什么线索。辛苦点吧，接着查。好。杨杰同志。是。这是咱们调查那个佛珠手串的香客名单，一共是287人，你呢把它打印一下，下发给分局还有派出所，请他们协助调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范围，找到犯罪嫌疑人。好。那还有个事儿，这个温少光的太太泰勒女士回到江城的事情，局长做什么批示没有？高副局长说难度比较大，因为泰勒女士现在在香港，我们无法和她联系。知道了。他要倒水，还要送水，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来来，哎，你慢走啊！好好好。什么事儿说？哎呀，什么事儿晚上说不行吗？刚才街道和派出所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公安局的通知，说是要查平时有谁带过佛珠。来了。联邦发来电报，说公安正在追查孙福掉在现场的佛珠呢。这个孙福太蠢了，我真怕他扛不住，万一再说出点什么来。他都知道什么呀？倒是没什么。我不担心他，我担心的是石岩。就上回怎么对阴错阳差的，让他躲过了那一劫。他的祸害比孙福大，先要解决他。可上次的招不能再用了。野猫想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就在今天晚上，
我真该数一下。那佛珠上也没刻着你的名字，应该查不到。他们已经动员人查了，这万一查着怎么办呢？咱们赶快找个地方把它给扔了吧。好在啊，你平常戴佛珠的时候老藏在袖子里，知道你戴佛珠的人并不多。那天晚上，我是真不该戴。你不是还特意戴的呢吗？你说让他保佑你平安完成任务啊。是，哪知道他会断呢。哎，你说这人呐，真不该做坏事。哎呀，这一定是菩萨在惩罚我。而且那天咱们到庙里遇着那个公安，一定是查这事儿的。我们请佛珠捐香火钱，那是签了字的，到时候赖都赖不掉啊。行了，别胡思乱想的了。要不然这样，明天呀，老虎灶打烊，回我老家躲一躲吧。咱们不行，这个时候打烊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哎，你怎么了？没事吧？没。哎，阿福啊，嗯，你说，咱们做了那么些的坏事儿，这以后孩子生出来，会不会缺这少那儿的呀？哎，你别瞎说话。我已经跟菩萨说了，这事儿是我做的，要惩罚我一个人，不会伤害了你和孩子。行了行了，事情都这样了，你还说个这干什么？咱们都是一家人，缺了谁都不成。我都想好了，以后啊，我就天天吃素，天天念经，再给水生立个长生的牌位，让他早点脱生，别让他老跟着咱们了。哎呦，哎，哎呦，怎么了你？这水生会不会脱胎在我这儿啊？哎，不会不会。你怎么知道的？我是听别人说的呀。这人呐，死了以后入土为安，他都没入土，他投什么胎呀？他哎呦，没入土，那更是孤魂野鬼了，他更跟着咱们了。哎，水生来了啊！水生来了！哎，你别瞎说哈！站住！我老觉着水生在咱们屋里边四处乱转呢。啊！啊！行，你坐着别动，我去看。饶命！水生，饶命！啊！给我住嘴！是你，你来干什么？笨，让你去送信，谁让你把那老太婆杀了？不，但是老太太认出来了，我没法子啊！我，你他妈还把佛珠丢在现场了？我捡回来了，只丢了一颗。蠢货！就已经找到了那颗佛珠，早晚他们会查出是你丢的。那我该怎么办？上级的佛珠呢？在这儿。那把刀呢？埋在我们家后院了。把它挖出来。挖出来？放啊！你给我听好了。他们要是想躲过这一关，就老老实实照我说的做。队长，你现在把这点佛珠和挖出来的刀子藏在你家对面那个小寡妇院里，等柴火都下来。这是这
为什么？就因为你不想死啊！快不快去？谁呀？
翠香，翠香，你怎么了？翠香，翠香。翠香，翠香，翠香，你怎么了？翠香，翠香，翠香，你醒醒！